别说了，你说了容易乱，你先回去，我来解释这事儿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，好吧？你别忘了，我要上洗澡呢。你放心吧，你回去吧，啊。哎呀，你这不，黄小华，你看什么呀？你那个跟那个鸡爪子似的，你至于这样？你给我收起来，真是，你别这么神神叨叨的，我给你解释清楚啊。他呀要洗澡，突然发现花洒坏了，让我给修一下。我一进一打开水，砰，那花洒就崩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你还不相信吗？你修他家花洒，你敲我家门干啥呀？哎，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吗？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？我是先敲了你家门，我敲完你没出来，他先出来了，他截胡了，明白不？不，赵刚子，你心里有点数吗？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，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儿啊？不是，你别着急，啥急事儿啊？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马上就要面试了，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。你需要模特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模特，这我找你给我当模特。别开玩笑，我能当模特吗？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。你看你也说了，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？不是，是我是准备花钱，人家模特吧嫌我价钱给的低，人不来。你也不看看长啥样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一点都没有你帅，你知道吗，哥？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。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黄小华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在这一点上，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给你当模特啊！我可不会表演啊，就照几张照片就行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照几张照片呗。谢谢，行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，你就来呗。我不行，就我这个，我哪能当模特儿？你可别开玩笑。是，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。谁呢？哎，这样，我给你找一个人，这人太合适不过了。你说，我媳妇儿，你大嫂大米粒儿。你哄谁呢？你能不能认真想？我要那个高的、气质好的、条顺的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咱小区谁呢？哎，大美，哎，大美行啊，对吧？大美那个个头、那个气质、那个形象，尤其那个，我俩在一起合适。黄小华，黄小华，干什么？黄小华，你出来！你看你怎么说说就急眼了呢？来来来，你出来。赵刚子，哎，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，满嘴都是口水。啥时候回来的？那个刚回来。啊，今儿晚上吃啥呀？焖豆角。孩子喂了吗？孩子喂了。你叫钱顺风啊？你这整一句整一句的。不是，这顺风在那儿呢，二米。钱顺风，我喊你半天没听见呢，搁这装沙发垫呢，啊？阿明，阿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紧张啊。啊？今天顺风不舒服。咋了？真不舒服了。刚才我给他量了血压了，188。多少？188。188还在这装什么沙发垫啊？起来吧，120上医院呢。好，我马上等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等会儿。啊？你们拿什么量的188呀？就拿爸这个血压计，拿这个啊，大姐吧，你也量一量。我不用量，你量量。我不用，我身体你试试，你量量。我没毛病，我量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，来，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我这没毛病，我量他干什么玩意儿？好了，多少？240。哎，哎，哎，大姐吧，大姐吧。反应这么快呀，大姐夫！大姐夫，咋了这是？啊？你不能说话了？你小牛犊子，你要完犊子了？嘿，你要完犊子了？你也完犊子了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哎，那个血压计坏了，昨天我给咱爸量的更邪乎，640了都。
6.438咋样啊？那能咋样？没事儿呗。那血压仪坏了，这不我新买了一个吗？坏了？这你俩整的太吓人了。来，这回再试试。啊，这是新的，这新的。啊，来，试试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看。多少啊？多少啊，顺风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低压80，低压80，高压120，低压80，低压80，高压120。顺风，顺风，大师妹，脑袋上还有鼓吗？对，我脑袋上确实有个鼓鼓。哎呀，我就是大圣齐天。先生，顺风，齐天。哎呦我的妈！悟空，师傅，收了吧。好的。对对，干完了，对对了，干就完了，来了来了，好，吃饭呀！王叔好，哎呀，又来蹭饭了，这都知道啊。这个人我呀，庆出一蹭生一蹭啊，自打你会蹭，我都下岗了。哎呀，老范，怎么的？我听说昨天咱俩打了个平手，心里头不太愉悦，不服是不是？还想弄个架势赛、是这样的，王叔、如果你要是没有勇气比的话呢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就是你叫我来这趟干什么？我回去干什么？我回去啊？我怎么的了？我就回去？我怕他呀？哎，老范，咱俩比赛不是吗？我让你半拉嘴。你跟我比赛，你连半拉嘴都用不着，你干脆缝上吧。呀，我朋友缝不缝，凡是你肯定比不过我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不信，咱俩就比。哎呀呀，有人第一，排第二嘛。不信找黄。对对对，行了，好了，爸，爸，不管咋地，我就相信你肯定没有问题，知道吧？你二姑娘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啊！我就是你的拉拉队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是你粉丝团，我给你鼓劲儿。哎呀，有了你，我更放心了。对，心潮澎湃，还澎湃，一会儿让你歇菜。好了好了啊，看着没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，你俩就得对峙上，是吧？那个，哎，等一会儿，你干什么？你指挥交通啊，在这儿？不是，我是本场加时赛的裁判兼出题员。啊，你是裁判呢？啊，哎呦，我这个比赛能挺公正我呀，是不是？那么来吧，现在我宣布健康老人加时赛现在开始。哎呦，真珍贵，还自己奏乐我。好，那么提到健康啊，包括身体上的健康，也包括智力上方面的健康。接下来我就要考考两位老人的智力方面，好不好？什么玩意儿跑气了？什么呀玩意儿？你这口痰还能上来不？我什么痰？打手背上。要讲聪明还得往这儿看啊，看见吗？热闹的马路不长草，聪明的脑袋没有猫。他也没有猫呀。哎，但是老范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鸡蛋和鸵鸟蛋它的营养不一样。你这营养跟蛋都没关系，你就是个鸵鸟。你才是鸵鸟呢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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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吵吵别吵吵别吵吵啊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比拼了。好好好，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，智力考验大比拼。没谁了。混蛋，等孩子18岁以后再出来。哎，什么造型？起来行不？怎么的了？这是你看不出来呀？啊，我被二米粒给踹出来了。又为啥呀？我刚才在屋里给他发了个微信，看完了他就急眼了呢。你可真行，两口子在屋呢还发什么微信？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我从网上看着呀，孕妇啊，多看一点漂亮小孩的照片，将来生孩子，哎，那孩子就跟这照片上小孩一样啊。所以说我在网上就找了很多漂亮小孩的照片发给他了，看完了他就急了呢，他一脚踹我出来，18年以后再见。不会呀，什么照片啊？你看在这儿呢，你看看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这多好啊！你看，你看这全是小男孩，多漂亮啊！哎呀，大姐夫啊，坏就坏在全是小男孩了。怎么了？
其实二米粒想生个女孩，她怀孕之前就跟我说她想要个女孩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干啥呀？我当然想要男孩了。你想想，生个小钱顺风，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骑在我脖子上，到时候在街坊邻居面前，我说我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？小孩说爸爸，多好啊！那你就直接跟他说不就完了吗？我敢说吗？所以说我就用这些照片进行无声的抗争。你瞅你那个死出，你还抗争？你那是作死！来起来啊！不是让你离家18年吗？啊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走18年得准备不少东西。大姐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还真想让我离家出走18年呢？哎呀，顺风啊，就这么点事儿，回去跟他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不清楚，这么点事儿怎么还说不清呢？这么点事儿你就帮我扛一下呗。你不会是又坑我的吧？我没坑你，你就帮帮我吧，要不然我就得撵出去了。就这一个事儿吗？就这一个事儿。不会是坑套坑吧？没有，就这一个坑。坑里边有水吗？旱坑。顺风，我跟你说，这话我不是说你。怎么了？你说这么点事儿你也让我替你扛，丢不丢人呢？啊，以前你让我扛那些事儿，不管怎么说，那还是有一些质量，能体现我的价值。你这么点事儿一点挑战都没有。哎呦。哦，这种事儿有什么可扛的？那大哥，哎，把二米叫过来。哦，好好，我给你搞定他，好不好？那你什么？你把这个给我发过来，照片发到我手机上。